美丽，真的真的太漂亮了。这小真的是你公主。我的冷餐我已经准备好了，结果我这尊大佛准备好了。我是因为衣服要不能走过，不然巧青就是我的。我也好，没关系。怎么样？哎呀呀，旁边来了个东北大面老铁，非常好看。好了，你带啊？好了，我之前非得走。好了，站过去吧，站过去吧。美美哒，你把钱打没了？钱哪里了？哦，上面是钱啊！你干什么？钱要打钱，什么意思？打钱？那上面是……哎，我知道了，以后就那个什么时候我就……这是钱，打钱，打钱，打钱！直播的时候打钱。哦，你都亮了，拿来打光，我打个光给你。你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今天下雪了，他们都说瑞雪兆丰年，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然后就希望2023年我们是非常非常棒的度过的，因为今天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名字，也是大家送给我最棒的礼物。然后呢，2024年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因为这个生日公演也是来福利的举办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就是好好欣赏今天晚上的属于自然和大家的生日公演吧，谢谢大家。耶、yeah! ！你快看，这块又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缝，一点点缝上去的。我缝了2个小时，把这3个缝上去的。我们跳都可以，什么音乐都有，有没有戴头上？拉紧包，我都快爆了，我上来，我非常期待，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英语。我是说我的搭档们哪去了？你的搭档们？干什么呢？他们俩还在里面臭美呢。不是，这个是放好的。藏好也行。不用不好。这没法藏，这玩意儿。为什么这么躺着？我要躺。没看谁躺。我要躺。你躺得太低了，这样就可以了。从开头的时候要就是那种哦，性感一点。开始吧。虽然我只是个女孩，却有点不世界。现在我来唱给你，呜呜咿呀呀。
变了。因为我要告诉你，你不理我，我就一直讲。抢头啊！打开。行，一人一个。哦、是开头吗？不是，这是结尾，我们拿玩偶。开头我们就拿魔法棒，然后拿完就是玩偶，对吧？对，这个就是最后的玩偶。那我们都放在这边。哦，不是，放在那边。我一会儿告，哎呦，完了，忘记告诉他了。忘了告诉他什么？别的先走，魔法棒。咪咪。我们一起出去吧。二燕，你先过去吧。这个我不行，我还有一个没拿呢。这衣服，这是不是这裤子是不是太高腰了？还好吗？你穿了披风之后，其实蛮 OK 的。我可是今天我可是异空间的绝对金冠啊！我看到那个小瞧我，我看到那个易拉宝的潜力金瓜孙小燕。我要去打卡了。可以。还有舞曲，所以才走这么帅帅风。到时候上台会把头发扎起来，因为哦，所有的异空间我们队的加我的助演都要上我的花园舞曲，他们是我的女卫。啊，所有人？嗯。那这首歌到底是 solo 还是？这首歌是五人曲，但是有他们帮我穿个场。哇，帅吧？厉害。哇，好帅啊！真的好帅。怎么一有镜头过来人就开始夹呢？等一下，我干什么？小马，你有问题。我感觉孙小月刚刚被自己帅到了。我都开心了，我今天非常一萌。花园舞曲的道具。没有。花园舞曲的道具。花枝开呀呀。猪猪和小马。猪猪应该下去了吧？今天陈真真拍的你的也很好看。然后他还给你拍的照片，照片也很绝美。但我只有第一首歌曲是最完美的，所以他拍的照片是最好看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是我最满意的，后面都从 Lollipop 的道具，哦，花园舞曲也挺好的。从 Lollipop 道具开始到盛装的东西就开始都不对了，总觉得有点可惜，是吗？非常非常可惜，因为真的是时隔了很多年办的盛装。我主要是觉得愧对于来现场，就是期待了我这次演出的大家。但是他们是因为喜欢你才来，只要看见你就很高兴。可是我谁都，可是我不能让他们喜欢一个没有那么完美的我。这是花园舞曲，真的好帅。真的吗？真的真的好帅。我就我都被帅到了。今天那个盛装，哇！但我盛装最后是哭着唱的，因为我太难过了。我看到了，你知道吗？你哭了，我心疼了。很有感觉。所以有时候失误才能带来经典。超越原版什么？你早告诉我这句话呀！我就在我生日环节说这句了。我在我生日环节说，我说有时候失误不完美也是挺完美的。我粉丝在下面嘲笑我说我没有文化了。